很正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看达哥很正，达哥超正的。哎、欸，你当女生很漂亮哎、欸，很有魅力哎、欸，你是全场红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会的。拨开干嘛？讲话讲话拨开什么？就知道我们当女生多辛苦了。我不要拍，我不要拍，我头发还没好。不要拍，头发还没好。等他头发好。我还是要想一下舞蹈。对。他们的吗？最后一幅的。好啊，也可以哦。来，先这样。一、二、三。对。然后手这样子，然后左手是这样子，然后敲你的胯下。敲。哦，要过来要敲。对，然后再换左边。敲。好有动哦，对，好有动哦，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抓到了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，左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下面，右边下面，左边，画符啦，画符就对，真的画符，画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有一点那个队形的变化。要要要，我们这个的时候走，给你的时候别走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个的时候，对对，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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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快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再排一次啊！好，再排一次。五六七八 ，Let's party all night long. Let's get it, 走了 ，get it, 走了 ，get it, 走了，对。马上留下来，哎，很感人呢，你要跟我一起啊？对啊，好好啊。你感动一下啊！哎呀，哎，我们要做善事啊，好好哦，对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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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大甲镇南宫跟大家见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太有爱心了，谢谢，谢谢，麻烦你们了，谢谢，哇，各位朋友，谢谢，太感谢，太感谢，这是我们的首场演出，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场，我们原本会选什么？限定，我们是限定你的头，我们下一场是高雄，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帮助土耳其地震嘛，因为我们曾经也发生过地震这种灾害，有吗？有吗？今天刚刚经过两位先生，林谦也可以，哎，太好，感谢感谢感谢，五十块，谢谢大家，晚上好，我是昆达。我们来大甲这边就是想要来做一下爱心，对，因为土耳其现在的震灾非常的严重。哦，就是你，嗨，你刚好看到表演吗？没有，没有看到表演。那表演一次给他。我们可以为了他表演。如果我们现在为了再表演一次，你可以帮助我们愿意开吗？愿意捐献一些爱心吗？来，四块五十，来来来，捐献，来啦。觉得如何？有心意就好了，一块不嫌少，一千不嫌多。你现在零钱全部捐起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后面后面后面的朋友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这位大哥，手上已经拿手工，你好，谢谢，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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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从那边在自然宫里面就一直看到他，一直注意我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甲的朋友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，这里，哇，谢谢，两位朋友来，要不要来看一下我们的表演？来，这里，嗨，你好，认得出来谁是谁吗？你认得出来我们吗？回答，回答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这位。九一的洋葱，对，他就是建智。你知道洋葱在哪里吗？他就是洋葱。我们今天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们要来帮助土耳其。帮土耳其赈灾。然后我们的捐献箱现在已经募到一些钱，然后还需要一些爱心。不要那么急，我们办表演要给你看，一来就要跟你们要钱，我不希望可以献出我们的诚意。表演怎么样？很棒！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在外面是绝对看不到的。对，他们今天第一次组团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他说等他一下。谢谢你的爱心，对面的朋友，谢谢你的爱心。你好，我们今天要帮助土耳其赈灾，一起做爱心。我们上车拿皮包，真的。谢谢你。谢谢大家跟朋友的爱心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捐款就是捐到土耳其相关单位，然后对做我们的爱心。我们这个团就是虽然在今天成立，但我们也在今天解散，来解散。然后我说一二三，撒了！一二三，撒了！